好，这里补充一下，我们研习的时候没有提到的哈，就是如何将别人的知识把它加入到你的群组。比如说，我们现在从发现这边进到知识，您可以找到看看哪一个这个课程知识是您想要的，您可以点进来。比如说，我们中港的翻转物理，那么您点进来之后呢？您可以从右手边，在这边就可以找到，加到我的群组，好，加到我的群组。那您可以看您要放到哪一边，假设我要放到这里来，那么我就在这边加一下，加入。OK，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群组里面呢，我们的知识就有刚才所加入的这个课程，在这边了。好，在这边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您如果在活动里面想要引用别人的知识的时候，就可以用来编辑。好，点了之后呢，您可以从下面这边就可以找到我们刚刚加入的这一个。好，找到了。好，那我们在这边就可以把需要的这个影片把它加进来，把它加进来。好，您如果像这个影片比较多，你可能要稍微再卷动多一点，按加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是针对我们昨天没有提到的部分，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补充。